我是杀人犯，我要自首。等等，老实点。死者邱荣是被人在远距离高处射杀，子弹直接击中脑干，一枪毙命。 这种精准度要经过大量的企业训练才能做得到。楠姐，回去歇着吧，一晚上没睡了。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心疼人了？哎，我不一直都这样吗？是你们吴队派你来盯着我的吗？哎，没有，哪儿的话呀这。 周局，案子已经破了，为什么还让我来这儿？龙龙，好久不见了。方教授，您怎么也在？你们认识？方教授是犯罪心理学界的专家，是我和曼音一直都很敬重的前辈。那太好了，就不用我介绍了。龙龙，坐。今天早晨。 杀害秋荣的罪犯来自首，他的身份目前没有查明白。最关键的是，他总是面带微笑，一句话也不说，看起来神志不太正常。他的思维和逻辑都没问题，不像在胡说八道，也没有妄想症的迹象。问到他杀人的动机。 他说：“只愿意向你供述。”像我，他说他认识你，他叫满锦。我不认识叫满锦的人。哈哈，你放心，你只要把这个案子顺利的结了，我对你的承诺，我一定履行。赵旭，带他去审讯室。方教授。 可以和您单独聊两句吗？好。赵旭，方教授，我想请教你，有没有什么心理学的方法，可以帮助把丢失的记忆复苏？你说的大概是怎样一段记忆？在我脑子里。 关于我被抓当晚的事情，基本上只剩一些模糊的片段了。
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去了一个地方，文也在那里，想要跟我说些什么，突然他中枪倒下了，枪在我的手里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你记忆的终点停在哪里呢？我只记得曼音和我说过什么。那天晚上不过是短暂的逆行性失忆，如果你能想起最后杨曼音的话，就能以此为钥匙，最终打开那些封闭的意识大门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为什么杀秋柔？枪法哪儿练的？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我再回答一遍，具体细节我只跟龙龙谈，吴镇队长。我是死罪难逃，但有些人或许命不该绝。什么命不该绝？我手上还囚禁着四条人命，每过去一秒钟，他们就向死亡走了一步。头，龙龙来了。滴答，滴。为什么他要和你谈啊？这你得问他去。从我未进门到现在，他一直面带微笑，丝毫不显慌乱。他眼神中充满自信，手指在有规律地摆动，应该是在计算时间。他的身上有一股很浓烈的皂角的味道，应该是用盐水煮沸皂角擦拭身体，来掩盖自己原先的气味。看来他对我很了解。我没见过你，久仰了。我只和龙龙一个人谈，你出去吧。秋荣是我杀的，我认罪。如果我现在夺你的枪，袭警罪应该够得上当场击毙吧？为什么杀秋荣？你应该感谢我，没有我，你的警官朋友就要英勇殉职了。你说还有四条人命在你手上？以前我在法租界里开了家茶行，妻子是个电影演员，可谁曾想去年一个起落，茶行倒闭了，我们俩生无可恋，决定共赴黄泉。我问你，那四个人藏在哪儿？我被救上来不久，就遇到了先生。先生告诉我，只要献祭五个自杀未遂的亡灵，我就能在九泉之下与亡妻重逢。这种心情你应该最能理解吧？拥有我们这样经历的人，
被称作魏王人。今天来此的诸位中，有不少是生逢不幸的魏王人呢。别再吊人胃口了。你盯上我，就是因为我在查你们天津门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老年瞎忙活了，不然也不会坐在这儿。你和我都是死刑犯，只是你没有戴着手铐罢了。不，还有一点，我是为爱杀人，而你杀了爱你的人。我只是就事论事，话说重了，我道歉。秋荣是你们的人，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人下狠手？你应该操心的是那四个和秋荣一样的可怜虫。我给他们都留下了一线生机。当然，你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别让我失望。啊，听说你已经闻不到什么味道了。我只要知道，你承认你杀了秋荣就够了。其他的我不感兴趣。11月4日晚，南华巷礼堂里发生了什么？你有兴趣吗？你为什么会深陷这场惨案当中？为什么你的小搭档钱空也会出现在案发现场？如果你愿意，好好玩玩。我也许会把你想知道的告诉你。他抱着一心求死的念头来自首的，折磨他没有用。周菊来让你审犯人，没让你查案子，这事儿我做主。满锦不是单独作案，他背后有团伙支持他，要尽快进行全城搜查，找到那四个危在旦夕的受害者。你以为就凭他一面之词，警察局就会大张旗鼓地搜寻什么受害人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警局办案的规矩。我可以来查，但是要尽快摸清满锦的底细，我需要他们的帮助。还有没有人性啊？人不放，还把船给撤走了。警局召你过去。这碎尸案都破了，怎么还能见到你们？杀害秋荣的凶手还没伏法，这事儿就没完。凶手也要我抓，要你们警察当挂历似的。你再敢侮辱警方，我立刻押你回牢里。废话真他娘的多。凶手叫满锦，已经抓到了。所以大家是来这儿庆祝案件破了，光荣散伙。为什么11月4号你会出现在南华巷？你有完没完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没有出现在南华巷。我亲眼在那里见过你。别又神经兮兮的。没事，我走了。站住！凶手手里还有四条人命，救不救？救不救？我没时间听你们在这儿瞎掰扯。什么四条人命啊？满锦被抓之前，绑架了四个人，现在可能正遭受折磨。具体位置他没有透露。他来之前做过气味掩藏。气味掩藏？那明显是冲着你来的。如果是往常，即便有气味掩藏，我也可以分辨出来。但现在我的嗅觉还没有恢复，只能从他身上辨识出一些不太寻常的味道，
作为寻人的参考，说具体点儿。一种是右手指缝间，火药的味道；一种是圣杀秋荣时留下的；另一种就是发梢上的医用酒精的味道。此外，他还承认效力于一个叫做天际门的组织。天际门是混哪的呀？他们狡兔三窟，藏得很隐秘。 满锦就是被他们洗脑后训练成杀手的。别说这么邪乎了，先去调查一下全城的医院，看看有没有和满锦相关的线索。这样太慢了。没错，江城医院有20多家，诊所有100来个，等你们查到的时候，大活人都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是他。 黎珊珊，蓝警官，我们生意人都是无利不起早。黎珊珊，也就是满锦的老婆，去年在咽喉里长了一个肿瘤，做了个手术，但是没有成功。 在哪家医院做的手术？慈仁医院。医生，我这个药去哪里取啊？在那边。哎，你们是？警察。你们这里有失踪的医生吗？失踪？要说有谁失踪的话，程医生最近几天确实没有来上班哈。这几天本来有他主刀的手术，还是我临时替他的。 你们没去找他吗？嗯，没有。他女儿上个月车祸去世了，他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我们在想应该是在家休息，也就没去打扰他了。嗯，我去看看。 这就是程博文医生，是的，本来他们父女两个生活的和和美美的，谁料到这无妄之灾呀！哎，这个病历你等一下拿过来，一边去。哎，美女，我叫建功，你呢？杨家婉。杨家婉，很美的名字，名如其人。小婉。 我这么唐突的跑来，没有吓到你吧？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老天爷今天让我来到这里。你不是来查案的吗？是啊。有个叫程博文医生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他这几天失踪，一直找不着。哎呀，烦啊！我之前。 好像看到过程医生，公文包还在这儿，连家里的钥匙都没有拿走。他可能直接从医院被带走的。或许他就从来没离开过医院。上周末晚上，我看到程医生进了2号住院楼。 他当时的样子很奇怪，我本来想跟上去看个清楚，但正好有病人被送过来抢救，所以……哎，别发愣啊，快点过来！啊，来了。2号住院楼在哪里？
这死了。死者陈博文，42岁，慈仁医院的咽喉科医生，口碑很好。尸检结果是，陈博文死于体内被摄入了装有蓖麻毒素的药剂，血液内的毒素含量是平均致死量的10倍，所以死亡的过程只持续了不到2分钟，而且输液器也是特制的，里面装着用来维持生命的生理盐水，还有葡萄糖，大概可以维持在6天左右的时间输完。根据指纹式的对比，吊瓶上的指纹确实是蛮紧的，但是陈博文手腕上有一条新进的疤痕，应该是他自己持刀划的。因为女儿离世，他可能尝试过自杀，所以成了满锦眼中的未亡人。满锦是跟他有多大的仇，要这么折磨他？不仅是仇恨，他这么借刀杀人，就是为了捉弄我们。看来，我们只有从满锦嘴里再撬点东西了。钱公哥，钱公哥，婉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位老板带我来的。我哥不见了，我去赌场找他，这老板就带我来这儿了。我上次见到陈峰的时候也是2天前了。报警了吗？我去了几次，可警方嫌我哥是混帮派的，一直不肯受理。我这边也会派人找找。开车过来。警官，这是我发小陈峰的亲妹妹陈婉瑜，叫让你认识认识。长官好。这位是？这位你不用认识。他跟陈峰这几天失踪了，他去报案竟然不受理。你干嘛？这应该是一对龙凤玉佩，另一半在谁那儿？这是我爹给我的，另外一半在我哥身上。另外一半在满锦那儿。陈峰应该是被满锦抓走的。婉瑜，这个满锦你见过吗？看来有点眼熟，可没有很深的印象了。这事儿交给龙龙问，不会有结果的。他根本不了解陈峰。你这样冲进去，只能让满锦更得意。他就是一个以杀人为乐的疯子。龙龙不了解陈峰，反而会更理智一些。你们找到谁了？看你的表情，应该是那个可怜的医生吧？他医坏了你妻子的嗓子，你就杀了他？我只是将他放上祭台而已。人是你们杀的？你身上医用酒精的味道，是你来之前特意擦拭上去的吧？你知道我鼻子受了伤，只能闻到刺激性强的气味。你是故意引我去医院的。你在巡捕房里干活的时候，碰到过这么好玩的案子吗？青红会的陈峰，是你抓的吧？为什么要抓陈峰？王八蛋，他在耍我们！陈峰在哪？陈峰在哪？你说，说！你把他累死的！给你个提示，作为奖励吧。江湾街，那是东顺帮的老巢，你跟他们串通好了是不是？
秦公，你站住！你这么莽莽撞撞就能让人放了陈峰吗？那老子也得试试。上车。绑架杀人案，警方也是要管的。阿虎，把陈峰交出来。江湖规矩，棺材内八字摆在大堂里，说明有人死得不明不白。钱老弟，你怎么倒打一耙呢？啊，这话该我问。没错，我和陈峰是有桩买卖在做，钱给他了，我的兄弟们取货的时候却被打死了，他也不见了。总该有句话吧？啊，都别动。看来传言没错呀，汪柏林开山门的大徒弟真的是给穿黑皮的卖命去了。警察怎么着啊？警察未经许可就可以随便带人闯进来闹事儿了？干什么？你小子在这做什么妖呢？他们身上没有人有陈峰的气味，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。走，慢着，钱老弟，要我说呀，不如你就搁我这儿吧，咱俩一块儿等陈峰出现。再说，你是他最好的兄弟，他能把你单独撂这儿吗？给我们点时间，陈峰我们来找。呸！甭给我在这扯淡，老子凭什么要给你们时间呢？就凭这个？不是，也凭你们交易的货不是什么合法的东西。你确定陈峰失踪真的跟东顺帮没有关系？满锦八成是在挑事儿，而且东顺帮死的人肯定跟他脱不了关系。如果你现在跟他们打起来，就把这件事坐实了，还会给青红会招惹了麻烦。你的意思是？满锦在挑拨青红会和东顺帮之间的关系，但他图什么呀？他未必图什么，但他背后的那位先生肯定有所企图。你刚才说他们交易的不是合法的东西，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猜测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切，我看你只是在瞎掰，在这故弄玄虚嘛。这辆车上布满了灰尘，应该好几天没人开了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能开起这种车的人一定是银行里的人，可车主为什么会把自己的车丢在自己上班附近的地点，好几天都不管不问？你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救成，大侦探，我对你很失望。我把你想说的话说了出来，没错吧？我又耍了你。匿名信是你写的？许明辉是个银行经理，挪用公款去跑马挺赌，结果洞越挖越大，他担心东窗事发，曾经以自杀逃避。死亡对于他而言来得很及时。但你信上没有说未亡人的事。人们只传播
们愿意相信的真相。周局，您找我。坐吧。我看了报道，这个案子你还是不要插手了，交给钱空和龙龙去办。可是还有两名受害者生死未卜，光靠他们两个肯定来不及。满锦背后的人可是个狠手啊。周局对天际门也有所了解。这不是撒旦一场游戏，也没有沙翁那种剧情，人醉在身旁悄然栖息。我不想活在苟且眼底，心深的旨意，寻找奢侈的光明。是日穿雨破布，今生嫉妒彰显我天生的傲骨，谁能参透逃离这磨练，难离也算本仙。像挥洒遍青山，那种灿烂是令我唯一的羁绊。心不再迷乱，看山是山。这不是撒旦一场游戏，也没有沙翁那种剧情，人醉在身悄然栖息。我不想活在苟且眼底，鸡有天生嗅觉，就不怕尘封的原血。